立生活美学馆，对九月十三号到十月七号，在第一、第二展览室举办丰收插花之美，王青松、王献民、王献志、白阿囝三人联展，展出六十件大型的插花作品，邀请民众前往欣赏年度大展。彰化生活美学馆这个档期啊，非常荣幸邀请到人间国宝王青松王老师，跟他两位公子哈，王献民、王献志老师。也是艺师哈，来这边策划这个展。那我们知道那个王老师哈，他从十六岁开始就投入漆艺创作这个领域，那一直到今年高寿98岁，那一直都没有中断过，到现在都还不断的有创作产出啊，非常难得。那他本身的这一段辛苦的过程，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传艺或者是在产业的推广方面哈，付出非常多。那他本身就是可以说是一部台湾漆艺的发展史。那他本身在漆艺方面的各种技法造诣哈，都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那可以说他也是一本漆艺的一个活字典。那有这样的成就非常难得。历史工业啊，跟时尚工业，这有时啊，咱台湾的时候，将来啊，对这方面的时候，尤其是这个爱气候啊，啊这个地理的温度、温湿度，然后这拢有关系之类。啊，所以因日本的时呐，伊看讲台湾，世界上的时呐，最适合这个产的这个工作啊，一当同我相关。就是咱台湾。国宝级插画大师王青松已经98岁啊，伊用尽一生风华，从事插画创作，以插作为创作素材，是台湾到日本学习插画第一人。嘛，伫个2010年得到国家指定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，甲第一届国家工艺成就奖。这次的展览哈。是以丰收作为主题哈，这最重要的是讲哈，这几年来的我们展的哈立体的跟平面的漆器作品，我们不是说只有一个单一技法，我们平常我们做的跟欧的物件哈是很杂加杂，有螺钿，有石灰哈，有脱胎的啊，也有蛋壳贴附的，所以说我们把它混合起来。这混合起来先啊哈，便是高公文的作品，它的成熟度还有它的华丽度啊哈，都比一般上人家的漆器都要比较繁复一点。第两个就自然留在家里，因为爸爸就是开一个漆器工厂嘛，从事大量的漆器外销，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就留在家里从事这种漆艺的创作。然后呢，因为在民国。后来70多年左右，因为台湾的产业外移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从事比较艺术性的创作。插画的创作过程真辛苦，基本工法就有66道，包括钢笔、薄画、板画、雕刻等等的技巧。每一件作品都要用2年以上的时间来创作，是足传统加古老的艺术。王献民加王献志对细汉就受到老爸的影响，潜意识嘛培育出插画的兴趣。爸、囝、孙三代拢是传统插画工艺重要保存者加推广的人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